外头的队员在三分线上三个人在三个点上等着，没有移动。摔倒了，带倒了，亚布塞莱，好球！好球！一个鞋掉了啊，亚布塞莱，亚布塞莱鞋还掉了。亚布塞莱不太满意。啊、嗯，左脚这个受伤的这只脚的鞋掉了。来看一下，啊、确实这没有任何吹罚的必要，什么事儿也没有。争抢的时候有人倒地，没有粗野的对撞，也没有犯规动作。脚上看着是固定啊，却打得很结实。他不光是打绷带，他这个是护踝啊，是整个套在脚上、啊。孟铎也收脚。这不是犯规动作，没有任何动作。第三节最后半分钟，难得追到两分的分差，现在。